个趣味真的很低级。新酷醉的成员庞宽搞行为艺术，直播在箱子上吃喝拉撒14天生活，200多万人围观，就为看他如何上厕所。小厕是用被子挡住解决，而在蹲守近一天时间后，大家终于看到他拉了，竟然用被子遮住，蹲在马桶上拉屎。结束后，还有人戴着防毒面具过来给他倒屎。更搞笑的是，旁边还有人在他上厕所期间过来拍照。另外，庞宽配的背景音乐也是相当的吵，奇奇怪怪又搞笑。期待接下来的10多天，他还会玩出什么花样？小天们，给咱上拉屎。